你们已经见过申鹤那孩子了吧？本仙是在一处山洞里捡到申鹤的，那时碰巧路过，本仙见他无处可去，就收留了他。哼，想当年，本仙初次见他。 便是如此，从未变过。不过，在本仙清理掉那个魔物之后，他也不肯放松，还将匕首对准本仙，小心提防。说来，本仙记得许多他，这个就不必了，是吗？